智商家股份有限公司以及湾东百货台南分公司是共同关进一百组口罩口以及有机茶树精油和单支政府。市长的话题嘛，亲自颁发感谢证，感谢企业共同为防疫尽一份心力。在基础关进的口罩口以及有机茶树精油，主要嘛将会分配给市中防疫人员来使用。那就是智商家这边很荣幸可以在这边捐赠我们一百组的精油防疫组。这边希望可以给各位市民带来很健康、很正向的能量，一起来抗疫。谢谢。希望说我们那个市民啊，能够在这么辛苦的时候，能够尽快的度过这样一个疾病的一个疫情期间，大家都可以很快的恢复平常的生活。远东百货公司台南分公司来，还有我们慈享家捐赠了100个口罩扣，还有这个茶树精油组哈。因为一方面呢，给防疫人员一个好的工具，另外一方面给他们身心灵有一个比较好的疏解，尤其在工作的时候压力非常大，那这个下班之后有一个比较好的疏解，像茶树精油就能够帮助他们能够得到充分的休息，然后快速来恢复战力，面对第二天的挑战。